市反彈，是擔心歐債問題慢慢慢慢受控共舞，是一個機遇。成日成日升啊！跌啊！定話係一個選擇。國對歐出口訂單總值超過1萬。定話係無路可逃。冇人唔貪心嘅，個個想不勞而獲，以小博大。風險高，投資利潤相對高啲咯。股市跌咗好多啊！死啊死啊死啊！奪命金嘅係切切實實喺個社會裏邊出現嘅事。佢臨走嘅時候帶走咗1000萬。嗰個錢還喺邊啊？錢解決到嘅就唔係問題啦。究竟幾多人開始冇曬 principle 咧？